我为大家介绍白鹤两次下一个嘅扭膝步。扭膝步，出左脚垫，重心左移，两掌相对，重心右移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左脚，重心前移，出右手按左手，重心后移。 后脚转身，重心前移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右脚，重心前移，出左手，按右手。重心后移，后脚转身，上前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左脚，重心前移，出右手，按左手。 好，收，呼，扭膝步，出左脚，垫一垫啊，所以个劲咧全部喺晒后脚，然后重心左移，两掌相对，重心右移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左脚。 重心前移，出右手，按左手。重心后移，扣脚，转身，上前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右脚，重心前移，出左手，按右手。重心后移，扣脚，转身，上前，丁步，两掌相对，出左脚，重心前移，出右手。 按左手，收，呼，好啦，今次讲下呼吸吓，吸，呼，扭膝步，吸，呼，吸，呼。 扭膝步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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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扭膝步啊，勁嘅運用啊！我哋吸嗱呼，其實呢度咧，我哋已經係全部運緊勁去晒右腳啊，因為我只腳已經吊起咗啊，所以喺呢個時候我係呼氣嘅啊，吸呼，所以咧我哋好穩定咁可以放下左腳係墊啊，因為我係全部個裝喺晒右腳，然後重心前移。 咁咪慢慢將個勁移咗去左腳咯喎，啊，然後我哋兩掌相對，兩掌相對意思即係手心向上，右手嘅手心就向下，因為我哋要去兩個唔同嘅方向喺度打圈。啊，你見到我隻手啊，隨著我身體慢慢右移嗰陣時候，隻手喺度打緊一個圈。嗱，去到呢度差唔多我哋。 只腳左腳我要提起翻嚟，丁步嗰時就係我哋要反手嘅時候啦。去到呢度我哋丁步下，然後右手反轉，然後接住，咁就啱啱又係兩掌相對就去咗右邊，啊。
然後我哋再出左腳，啊，見到嘛？我係用個腳踭掂地先嘅，然後重心就左移啦，轉身嚇，啊。你見咧，其實我嘅手冇喐嘅喎，我只係個身喺度轉嘅啫，同埋留心我只右腳係橋腳轉身嘅，係啦，然後就變成扭膝步。又是一個掌嚟嘅，左手係按，啊，我就喺度講，去到呢度先，吸，呼。嗱，呢度有幾個要點咧？其實，咁，啊，我要解釋一下個橋腳嘅作用。啊，橋腳嘅作用咧就係，去到當我哋隻左手啊，嚟到呢度啊，右手去到呢度啊，兩掌相對呢個時候，啊，到我哋兩掌相對嘅時候。我哋要出左腳，嗱，因為我哋要轉身啊，啊，其實咧，我隻左手係撥開，然後啊，隻右手好似踢人咁樣嘅，啊，其實右手係冇喐嘅，隻左手係有下按嘅趨勢啫，但係咧，你要發現我隻右腳咧就扭住噶啦，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咧，我哋要。橋腳，啊，所以呢我是用個腳踭撐企喺度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啊容易啲。當我轉身嗰時候，就好似喺個圓心咁樣，啊，可以喺個腳踭度擺咗佢，啊，將嗰個壓力咧舒緩咗佢。啊，呢，這個橋腳仲有即係做喺應用嗰時候都有特別應用嘅，遲啲我先再解釋。但係呢個橋腳嘅作用係十分重要㗎，因為咧，如果我哋唔用橋腳去做呢個方式嗰陣時候咧，你會發現有人係喺個地下度磨嘅，啊，呢，這個就最傷關節嘅，啊，千祈唔好啊用只腳喺個地下度磨，啊，你磨得多咧，你個腳踭就受損㗎咯喎，咁所以咧，我哋當我哋做出一些比較大動的動作轉身的時候呢，我們是用橋腳的方式讓個腳踭在個地面上這樣滑行，啊，好像個轆這樣轆過去而已，啊，千萬不要加力下去然後再磨它，久而久之呢你的腳踭就會磨損了，啊，我都見過好幾個人他的腳踭的位置，啊，和膝頭呢都有磨損的情況，所以呢你要記住，啊，當我們做這些動作橋腳，啊，一定要是用橋腳的方式轉變我們隻腳的方向，是的。好，另外呢就是兩掌相對，啊，兩掌相對是左手和右手是不斷在打兩個不同方向的圈的，啊，OK， 我做一次給你看，有時我都會獨立，只是練習這個動作，啊，你留心了，其實呢我的肩膊是沒有動的，其實實質是我兩個手踭只在手踭上動的，我 上臂是完全不動的，啊，就已經做到好像在打緊圈一樣的，啊，如果你不留心看呢，你就以為我整隻手在打圈，其實呢，啊，如果我的身不動呢，你就發現我的手呢是上下動的，啊，但我加上身呢，啊，加上身呢，你就會發現我好像在打圈一樣，是的，但你看到，啊，我上身是膊頭是不動的，就是我的手踭我的兩個手上下咁喐，加埋我條腰嘅運動，啊，你要發現好似我兩個手喺度打緊圈咁樣啦。嗱，呢個動作喺其他地方都有㗎，啊，所以咧希望大家領會一下。嗱，你都可以自己試一下，睇下可唔可以咧做得好圓滑，啊，嗱，有幾個地方提一提，譬如話兩掌相對嚇，喺呢度開始嗰陣時候，記住啊，手心對手心，啊，然後去到中間嗰陣時候咧。就一上一下，
然後去到右邊嗰時候咧，就兩掌相對。嗱，啲幾個你記住呢幾個地方咧啊，慢慢慢慢嘗試協調下成個身體。係啦，呢邊係右邊，我成個身都個腰已經轉咗去右邊啦。然後去到呢度就個掌心對住自己噶啦，差唔多。然後又落翻去啊，喺雲手嗰度咧，你就會見到有類似嘅情況啦。係啦。嗱，呢叫做兩掌相對，啊，咁咧，啊，咁啊加埋喺扭膝部度嘅應用咧，就會變成咁樣啦。啊，扭膝部，吸，呼，重心左移，兩掌相對，重心右移，丁步，兩掌相對。出左腳，重心前移，出右手按左手，重心後移，扣腳，轉身上前，丁步，兩掌相對，出右腳，重心前移，出左手按右手，重心後移，扣腳，轉身上前，丁步，兩掌相對，出左腳。重心前移，出右手，按左手，好，收，呼，有時我隻右腳嗰個橋腳係好濕陶嘅嚇，咁如果你當我感覺到我個腳踭嚇受壓嗰陣時候，我就會橋腳啊轉身嚇，咁所以咧。我哋記住放腳嗰個重力啊，係放喺個腳踭嗰度啊，咁然後你先至可以做到橋腳。如果你個重心、你個重力放喺腳掌嗰度咧，你就好難做到橋腳噶咯噃啊。咁啲所以咧，我哋嗰個平衡一定要做得恰到好處，令到我哋只腳踭係可以自如啊。咁但係要練習多啲，你就會習慣噶啦。好，再嚟。扭膝部，吸，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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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。吸，呼。